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yeah, yeah, yeah.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yeah, yeah, yeah. 广告继续浏览后续法新社消息。英国通讯管理局周四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称，收到有关央视环球电视网播放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雇员郑文杰视频的投诉，将列为优先处理。郑文杰向英国通讯管理局作出投诉，指出央视的环球电视网播放指控他的视频片段，其中内容失实并涉嫌侵犯私隐。中国的环球电视网在英国拥有播放牌照，被中国公安指在内地嫖娼的郑文杰声称，在深圳被拘留期间遭受虐待，被迫签署。